Jacky， 你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知道有幾多？唔關我咩事。話得上教，請你將條基地鎖匙交俾飛鷹先生睇下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後期，德國軍隊喺非洲敗退嘅時候，好似都受歡迎嘅。嗱，我哋過去坐低飲杯茶先。啲金已經埋咗40多年，仲會唔喺度啊？